各位，今日是6月9日，昨天是大升了500多点，今天呢就在这里整固了。究竟这个整固已经是初期的顶呢？咁仲需要咧，系觀察多埋聽日啦。啊，最主要一個問題就係琴日嘅大升咧，喺我今日嘅文章《經濟部》嘅文章都有講到，主要係由11隻股票帶動。